没准备哎、欸，我完全没有啊。对，然后尤其你还偷人家去年的梗来用，我是什么梗？就是要谢谢我的女主角。哎，是吗？哦，我以为你在那边。不是，就是不是 SOP 要一定要感谢你，因为我是真的没有完全没有想到，有点就是不敢置信。我很晕啊，现在很懵。嗯，没有想过到底要怎么庆祝，或者是带就直接去干嘛之类的。这个是今天可以带走了？可以带走吗？可以带走。但没有我的名字。这个是先让你哦。哎。嗯，对，配音有奖金。这部电影真的很优秀。哈哈最佳导演啊，嗯，那就是你们刚刚还有机会，就是你有机会互相讲到恭喜或什么的。没有啊，还没有。没有，他就是我下一个。嗯，那他得奖你有开心吗？第三，要不要再合作一部，合作第三部？嗯，可以吧？对，爸。刚刚合作完，因为两次得奖都两次都有他的电影。我大部分都在拍他的电影，就是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处在一个好像没有觉得会得奖的状态，所以就还蛮愉快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来，我们两个都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在拍电影上面好像一直都不是被最先讨论的重点，对，大家都比较讨论我们的新闻、我们的人设啊、我们的等等，对。从以前演戏到现在，第一个老师。可是你知道我是柯震东，很帅，很帅，本人更帅，本人更帅。表演有什么改变？应该是成熟吧，我觉得他的那个内敛、成熟和稳定性越来越好，一定会这样的。随着年龄，然后他的理解，然后视野更宽广的时候，再加上很多很好的磨练机会，遇到那么好的导演，所以他只会越来越好。就是好像在跟学生讲话。这两从十年前、十一年前到现在第二次得奖，有一种就是觉得还是一个法则啦，就是我觉得拍电影的当下很愉快，然后整个团队的气氛很好，然后很什么，对我来说是，我就觉得这部电影一定会有它的好运。